我特别喜欢自己硬朗，特别喜欢自己呀，像一个大侠。我有一个大侠梦，从小就特别喜欢看这个金庸的武侠小说。在电影《狄仁杰之通天帝国》中，李冰冰仅男装扮相就尝试了13种，女扮男装也是李冰冰在16年的表演生涯中从未有过的体验。真的，自己现在可以成为一个演员的时候，可以在自己的工作当中去完成，好像去实现一个梦想的。